老胡，你说我们家是水厂重要还是家重要？你这啥逻辑呀，大大呀？那水厂跟家冲突吗？那小燕把水厂做好了，家那不更好吗？他要把水厂做好了，家就没了。哎，小燕呢，是个有事业心、非常好强的女人。你说你把这水厂你给整出去，你考虑过小燕心里啥感受？我之所以投点资啊，我是看中了小燕儿你，我觉着都是好朋友。小燕儿呢，真爱这个家，搁事业上呢，那是真认真。我是看中了这个，有诚信有信誉，我才投的资，是纯洁友谊的，没有啥别的想法。不，你这个你别跟我解释，我也没说你不纯洁、不友谊，这个纯洁，这纯洁那都存在我心里了。这洁，我想跟你离婚。黄大拿，咱们这个事儿能不能有完呢？我没开玩笑，我说的是真话。这一段呢，我想了很多，我确确实实不配你。我呢，知道自己有很多毛病，改不了。再这样下去，这影响你，我活得也不舒服，还是放弃吧。我觉得吧，两个人组成一个家庭挺不容易的，什么事儿咱能过就过去吧。离婚不是那么轻易就说出口的，你说来来回回这样有意思吗？我觉得老胡人不错，无论人格人品，你们俩年龄我觉得都合适，他将来会给你带来幸福，我祝福你们。还是离了吧。送给你。哎呀，你看这真招风啊，两个女孩同时喜欢你，也太有魅力了。哎呀，谢谢啊。你长得真高，像个电线杆子似的。啊，你不是第一个这么说的。你看看，其实你长得挺帅的。谢谢吧。你那哪说过这么冤？不是真不好意思，我已经有心上人了。你再考虑考虑呗。小双，我这束花送给你。啊？你看别人送给你的，你再送给小双，不好吧？收下来。领导，要不你也送一朵得了。我就不送了。哎，你有没有想起来？你怎么不去送啊？我没有。不光个高，脸也挺长的哈。是，我1米9，脸能占1米7。哎呦，那你爸脸是不是也挺长啊？比我还能长5吗？啊，你看你随你爸了。你说你这么年轻，管理这么大的一个企业，咋能没对象呢？你是不是有点啥毛病啊？目前没查出来。让我先给你拿瓶水去。你快去，快去。